请问一下，你们这几只羊在这里做什么呢？在看什么呢？看被围起来的植物，吃不到了吧？之前这个网子比较软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压下去，然后呢就可以吃到里面的这些植物。但是因为后来我们把它换了这种比较硬的网子，他们就吃不到了，所以现在就只会在这里一直看一直看。当然比较出来的啦，比较出来的这一些还是会被吃，吃到肚子这么大，对不对？他不爽，不爽，不能说你肚子大。Come on, Keisha. What up, Keisha?咬一个小鸭子好可爱啊！你咬那个小鸭子怎么那么可爱？皮蛋。羊儿们，你们又要决斗了吗？Party， 我让你出来，结果你是在吃草，好吃吗？他们好喜欢这一块草，这一块草这个叫做地毯草还是类地毯草，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他们好喜欢吃这一块的草，然后这个地毯草其实是很好种的一个草种。但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间隙如果没有它的那个土的空隙中如果没有其他的草的话，就会就是你坐在草地上就会碰到泥土，这是我不喜欢的一个点，所以我就没有很爱种这种类地毯草或者是地毯草。嗨，老先生很开心的跑过来。What's up, Tristan? This one is also an old lady. Geneva is our old lady. Geneva. Hi, Sweden. You are also eating grass? What are you doing? Linda, you are scratching your ass. I saw it.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